风水布局，财运失灵，到底哪里有问题？逢天碰壁呢，确实可以放铜龙哦。这样是不够的。那时候看节目，然后就是说放重的，就是对招财很有用。但是他等于是把钱财是往外送出去的，其实很用心呐。嗯，对啊，但是只有用一半的心。对。